一级啊。无助野怪出上好去。上中我白银局排了，我这么快就白金了呀，对吧？可能这个中上是那就是小袋呗，难道不这么快就到这个装备，那应该是小袋吧。那他们中上是双排的呗，是这么说的意思，兄弟。我靠，这么激进吗？啊，这么激进啊。这个红我不要了，我直接放了。队友来不来？来不了，直接放，直接放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该屈屈，该伸伸，无所谓。该放就放。在这里纠结，你又打不过，队友又来不了，你只是你会多送一个人头而已。退的太厚了，抓不了了。这把很难抓呀，我才发现，除了上路有控制之外，这中下全部没控制。F6 应该还在吧？打个闪吧，打闪够了。反正我不想来的，但他想叫我来，我就过来帮他打个闪，少反一头野怪嘛，问题不大，我们自己能稳住打回来的。赵信现在在打 F6， 蹲一下不？看他们自己吧，想回那就回。赵信刚打 F6A 了个探照果实，好亏啊！对，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巨亏，但是中单舒服点嘛。打个闪现，谢谢 buff 血的公爵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但是，放弃。补过经验，补过经验值，不然经验太少了。我得吃两个兵啊，不然我很亏了。炮车留给自己吃吗？你不会漏吧？四十刀，看着他四十一 ，OK。果然挺荣幸的，这波游走，他不来我们还这波还杀不掉，中单没状态，没蓝了。好，回家。这不赵信要去抓上了。能把我三十秒、啊、去了，能走吗？好像可以，有个双一，好、哦、漂亮。蓝王是没大没疾跑的，我们可以往上路靠一下，帮他反蹲一波。我血要丢了，勾引一下。没有旋风斩了，我不行，这没办法了啊，兄弟们，这没办法。我们要赶紧升六级，升六级，没六级打不过赵信啊！打得好啊，下路啊，
头都被赵信捅烂了。赵信没死，他到六了已经，我们也要赶紧到六了。三组野怪升个六，谢谢 buff 的旋转木马，谢谢谢谢谢谢谢。可以，多个双招。三个六级金也可以找的。好，这波赵信来打红 buff 了。哎，不行，抓不了他，这波好像回家估计星矢都有了呀。他有星矢，我们好像不是他对手。而且我们这把没带到红色。他肯定来，看他能不能 让他把技能给红 buff。 看了，他肯定要来的，然后等他把技能给红 buff 之后我们再动手，不要着急动手，脑子多想一点点东西。因为他刚回家，红 buff 还在，他出门肯定要来找这个红的，然后我们硬刚又刚不过他，那就等他把技能给红 buff， 我们再出来跟他打架。大陆这个血量帮不了了吧？帮不了，回家。拿先锋，然后刷上半野区，赵信没大了。一区钻石，一区钻石，兄弟们，钻石。等个大招再跟赵信打架啊，没有大招打不过他。跑一代舒服，等他出眼睛先吃回去。别人车这么慢，这里可不安全哦。这里可不安全哦。有我在哦。你要看盾，你要看隐藏分呀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我假如白金拍王者，你告诉我那是白金局还是王者局？你要看隐藏分，你不要看这个号的装备，很多号都是有隐藏分的，对不对？怕你不知道，跟你说一下，段位是要看隐藏分，而不是看这个号当前。鞋子的话还是忍者神域吧。白金牌王者是白金局是吧？可以。抓波下吧。
老鼠啊，看他出不出来。哦，敌人已经消失了，我们这一波有肉吃。老鼠，老鼠，你在哪？好，七宝一开，大招一开 ，A W Q 大招蓝草一大平 A。细节到位，安排。带疾跑的话，就直接大招先手，大招疾跑贴脸，等他位移跑，我们再交一技能跟进。好，谢谢你把我送走。本来这梦乐大招还真有点不好顶。这么勇吗，兄弟？不走，那我走了，我不管你了。对啊，你这没进化还敢不走的？好，小赵线，不对，三个眼全放掉，这边一定有莫勒给的眼位。看他，看三个眼位全部丢掉，他刚刚没来下路，那他的上眼转了，一定坐在这个中路河道这边，一定是坐了三个眼的。他没有来过下路的线上，也没有来过下这个下路的这草丛。他的眼只能在中路附近，就是我们就要通过这个信息判断这里一定是有视野的，不然他的三个眼位是没有地方放的。真流淌了，诚恳的发问，怎么提高打野意识？我现在说的不就是在帮你提高打野意识吗？啊，你听都听不明白，哎，这不就是打野的意识呀？对面的眼怎么放的，对吧？你们不信，看这个眼，刚刚说，啊，这里是不是有个眼位？我是不是说了他三个眼位全部用掉了？下半区他没来过，这边没有眼位，那就是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。然后河道这个眼刚刚被排了，这就是他的三个眼位。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我不能来这边呢？就是因为我知道他这里有个真眼，有个假眼，所以说我没有去反他红，明白吗？这就是对于他眼位放的一个细节判断。他眼全部用完了，但是又没有去下路，那只能放在这几个草丛里面。那么我们所以说为什么不去反红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他被眼看到你怎么反，对吧？没错吧？所以说我特地过来开个场面，告诉你们这里就是有个眼位。就是我为什么这一波不过来反红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眼，我知道，我就知道这里有，我特地取消回声给你们看，证明这一点。你要去多想一想，明白吧？啊，他去过呢，他在哪放过眼？这就是在教你们怎么玩打野啊！就小地图多看，对面的装备栏多看，最主要是看这边视野，明白吗？比如说对面，假设对面上单对线的人往这里一靠，那就说明这个草里他丢了个眼位，那你抓他就要避开这个眼位去抓。多关注一点地图的信息，不要说，哎呀，只看了自己的眼位，不看其他人的信息，不看对面的人在干嘛，对吧？我刚刚那一波在跟你们聊天，但是我就关注到了末日在中路放眼了，他没有来下，我就掌握到这个信息了，就这么简单啊。这个眼，然后这又是一波细节，什么细节呢？刚刚这个眼位是150秒的眼位，150秒眼位是谁的？只能是末日，那就说明这个是末日放的，而不是蛮王放的，那就说明末日在后面反蹲。只有工资装的眼位才是150秒的眼位，像这种眼位都不是150秒、啊、看吧，这是172秒，没错吧？
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们英雄六的眼位都不是150秒，只有公子壮的眼是150，别人插个眼位就点一下，看150的，这就是我们火男放的眼150秒，只有公子壮是150，别的都不是150，你就通过这个可以判断，哎，这是谁放的，谁在这旁边，对吧？假设对面这里插个眼，一看哦，100多的，那就是狼王放的，150的哦，那就是末日放的，就说明末日在，就这么个意思，懂了就行，好吧？对面直接点了。